机械股31国际631作升 7%， 年初至今大涨 78%， 今年预测 P20 倍。地位较高的同类股中联重科1157作微跌一格，年初至今只升 15%， 今年预测 P 只及31国际的1/3，趁低上车，博仲上10年前 IPO 价 14.98 元，获40%回报。一中联重科产销工程机械、混凝土机械及起重机、农业机械。 A 加号 HH 总市值1171亿元， H 股占169亿元。31国际市值324亿元。二2020年中联重科营收651亿元人民币，升 50%， 纯利72.96亿元人民币，大增 67%。 业务强劲是因为相关机械正处换机期，去年应收账拨备16.82亿元人民币，大增12.2亿元人民币。本难估计可能是采取保守政策，丰收时大拨备，歉收时有拨备可回拨，若非大拨备，去年业绩更见骄人。三，公司上周四晚公布今年首季业绩，营收 190.5 亿元人民币，按年大增 110%， 纯利 24.16 亿元人民币，按年急升 135%， EPS 0.30 元，增幅相同，预测 P 仅 6.3 倍。中联重科继续受惠于换机潮，建筑行业对机械需求增加，应收账拨备减少，今年全年盈利预测105亿元人民币，增长 44%， 预测 P 6.3 倍。2016及2017年业绩恶劣，以致拉高过去6年平均 P27 倍，不宜作为参考。在此之前6年平均 P12.5 倍，现时折让一半，与31国际预测 P20 倍比较，大折让 68%。 4. 中联重科今年预测 PB1.3 倍，较31国际的3.1倍折让60%。 5. 中联重科往绩股息率 5.7 厘，预测 7.2 厘，较6年平均高出 2.6 厘，较31国际的 2.2 厘高出 5 厘。中联重科现价 10.66 元，较2月高位调整 3.32 元，趁低上车，在优绩支持下，有望重建10年前 IPO 价 14.98 元，潜在升幅 41%。 浮水时 P 亦不足9倍，盈指及31国际的 4.5%。 大和体 17.2 元，招银国际体 16.8 元，同长嘉影4月23日于 1.31 元至买西部水泥2233，作收 1.4 元。公司4月28日公布，全资附属姚柏今年第一季营收 14.23 亿元人民币，按年大增 89%， 纯利 2.81 亿元人民币，按年大增 109%。 姚柏由西泥全资拥有，其 NAV 占西泥 NAV 总值高达 76%， 其业绩是西泥的大缩影，西泥往绩 P4 倍，早前预测今年盈利增长 20% 了属保守，以增长 30% 计， P 低至3倍，除息计理论价 P 更只有 2.7 倍。今次末息加特息12仙人币 14.4 港仙，以折合股息率高达10厘。西泥现价 1.4 元，目标价 1.83 元，计入股息潜在回报 41%。Jefferies 睇 2.01 元，中信证券睇 1.89 元，海螺914是第二大股东，憧憬私有化市场期卖点。